要再运动一会儿哦，你运动量还不够，你这样子感觉有点无力呀、啊。要锻炼出一身肌腱子肉，做个女汉子。现在让乌龙教练带你去练他妈一练，龙，龙，走吧。先过那边菜地去，走，龙。没有，出去玩一会儿。气死兔，气死，气死你熊，熊！哎呀，真的是很不听话。走，哥哥走，你不能欺负他，欺负他你就死定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是最没有家庭地位的，粉丝都已经不要你了，粉丝都让我改名叫可可今天吃了吗？走。走走走，你要去玩羊是吧？去玩吧，他刚才还来了，干他！你刹什么车？哦，让乌龙教练来教教你怎么牧羊。乌龙，走，上去，上去，你不要再闻可可的尿。还没牧你们就跑了、啊，乌龙可能死急了，先不拍了。哎呀，真难看！可可，你不要偷看男孩子拉大便。可可，再出去溜达一会儿啊。这羊就是刚才到我们家那去了，真烦人，到处窜。风都飞了，乌龙，这样，好好相处、啊，走，走。讨厌你，我跟你讲。让你见识什么叫母老虎。可可为什么那么讨厌他？也没怎么讨厌。走走走，出去。走。乌龙，这样，滚什么、啊？滚谁的尿啊？哎呦，我真的不想放他出来玩了。不知道谁的尿在那，哪个狗尿在那撒在那滚尿，我真是恶心死他了。千万别跟着乌龙学成傻逼了。美女拒绝跟傻逼一起玩。出来，出来。快点！哎呦，这拉尿姿势都比别的狗难看。出去，走。可可说什么东西飞过去了。可可真的好讨厌他。乌龙也没怎么你吧，狗言狗语，来来来来，听不懂，什么狗言狗语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听不懂，傻逼乌龙，人家讨厌你乌龙，你这样不会得到美人心的，他迟早会是玄离的老婆。不是你的老婆。
她永远都不会是你的老婆，她会是玄丽的老婆。太搞笑了。可可好乖哦，就是凶她，凶得好，我就早就想凶她了。哼，乌龙在玩，别回来了，可可乖，走喽。你干嘛呀你？玄丽，嘿，叫错了，乌龙。叫玄丽叫过来，乌龙，过来了。你真的是每天不在服务区啊你？你跑太快没信号是不是？还是看可可吧。傻逼，乌龙。可可并不想追他。他在勾引可可，可可我们不管他，可可走了走了，我们回家了，乌龙一会儿自己会回来，我不想等他了，太烦了，每天都不行，可可走回家，这么高兴，哎呀，可可。